我们现在讲解这组布置蓝色的动作，开始呈侧形，保持我们的右边的腰在女士的前面，然后我们稍微小跑步，还是 PP 的位置，还是侧形，她还是在我们后面，然后这时候带女士做一个摆荡的动作，让她送出去，然后慢慢女士变成在我们的右腰，这时候蓝士做一个伸展的动作，然后再转回来让女士做一个踢脚的动作。好，然后这时候男士再稍微转回来让女士脚并拢，然后再下降，再做一个伸展的动作。好，这时候稍微右边的肩膀稍微抬起来，然后做夹脚，带女士做一个绕你的身体，然后呈侧形。我们现在讲解这组布置蓝色的动作，开始呈侧形，保持我们的右边的腰在女士的前面，然后我们稍微小跑步，还是 PP 的位置，还是侧形，她还是在我们后面，然后这时候带女士做一个摆荡的动作，让她送出去，然后慢慢女士变成在我们的右腰，这时候男士做一个伸展的动作，然后再转回来让女士做一个踢脚的动作。好，然后这时候男士再稍微转回来让女士脚并拢，然后再下降，再做一个伸展的动作。好，这时候稍微右边的肩膀稍微抬起来，然后做夹脚，带女士做一个绕你的身体，然后呈侧形。我们现在讲解这组布置蓝色的动作，开始呈侧形，保持我们的右边的腰在女士的前面，然后我们稍微小跑步，还是 PP 的位置，还是侧形，她还是在我们后面，然后这时候带女士做一个摆荡的动作，让她送出去，然后慢慢女士变成在我们的右腰，这时候男士做一个伸展的动作，然后再转回来让女士做一个踢脚的动作。好，然后这时候男士再稍微转回来让女士脚并拢，然后再下降，再做一个伸展的动作。好，这时候稍微右边的肩膀稍微抬起来，然后做夹脚，带女士做一个绕你的身体，然后呈侧形。我们现在讲解这组布置蓝色的动作，开始呈侧形，保持我们的右边的腰在女士的前面，然后我们稍微小跑步，还是 PP 的位置，还是侧形，她还是在我们后面，然后这时候带女士做一个摆荡的动作，让她送出去，然后慢慢女士变成在我们的右腰，这时候男士做一个伸展的动作，然后再转回来让女士做一个踢脚的动作。好，然后这时候男士再稍微转回来让女士脚并拢，然后再下降，再做一个伸展的动作。好，这时候稍微右边的肩膀稍微抬起来，然后做夹脚，带女士做一个绕你的身体，然后呈侧形。这一组的步子呢，女士呢要注意的地方是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是从 PP 的位置开始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保持呢在男士的身体的后面，在小跑步的时候 run 的时候呢，我们 PP 出去一直都是在他后面 one and two。Three 的时候呢，我们产生一个 swing 的动作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要尽量的非常积极的去跨越到男士的前面，然后产生一个身体的一个往后稍微往后的延伸动作，然后接下来呢，等着男士的引导，他会让我们身体
转回来到 T 字形的 safe lunge 的位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左脚呢往前做一个踢的动作 kick 的动作，之后呢，男士让我们转回来到正常的五支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做换脚的动作，接下来右脚往后延伸，身体再往上延伸，接下来男士稍微有点上升的动作，我们的右脚夹在左脚的后面，然后小跑步进到皮皮的位置。这一组的步子呢，女士呢要注意的地方是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是从 PP 的位置开始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保持呢在男士的身体的后面，在小跑步的时候 run 的时候呢，我们 PP 出去一直都是在他后面 one and two three 的时候呢，我们产生一个 swing 的动作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要尽量的非常积极的去跨越到男士的前面，然后产生一个身体的一个往后稍微往后的延伸动作，然后接下来呢，等着男士的引导，他会让我们身体转回来到 T 字形的 safe lunge 的位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左脚呢往前做一个踢的动作 kick 的动作，之后呢，男士让我们转回来到正常的五支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做换脚的动作，接下来右脚往后延伸，身体再往上延伸，接下来男士稍微有点上升的动作，我们的右脚夹在左脚的后面，然后小跑步进到皮皮的位置。